吃啊，吃了两个了。我一般我吃蛮多个的，这个吃还是好吃。这个瘦一点的它，嘿，去看看你的牛，走，我去帮我看一下。那不就是吗？我跟你说，这牛差不多就可以出手了，到时候大了就可以讨老婆了。现在不用喂牛吗？早上喂了。早上喂了。哦，那么大一个，可以啊。啊，都睡了啊，都睡觉了。这个好大了。嗯。不会吓到吗？不会超人的。超人吗？这个是什么品种啊？这个。那个。嗯。西门塔尔。西门塔尔，正宗还是不正宗？有点杂交。有点杂交。我看一下，这头，哦，这头也很大。你把老婆娶回来再装修吗？一样的吗？先装一个房吗？你就意思说是先讨了老婆以后再装修，是不是？就是啊，你先装一个，到时候结婚用的就装一个房子可以了。先讨老婆回来先哦。是啊，到时候两个人一起做事干活，挣了钱，马上就可以装了。嗯，是不是？看来这个方法是对的，先讨老婆先哦。不就是吗？你把石头万弄去，一下装修了，娶老婆，老婆本都没有了。嗯，对的。这个牛不凶吧？这个牛头好像比这个牛的头要大啊，这个是牛骨啊，那个是母牛，感觉它好小。那都是母牛哦，这个是啥？那是母牛，这小牛都是他们下的，那是这个都是他下的。那个是那个下的，那边那个是他下的。啊，一个下一个，一个下一个。这个品种好大，我觉得。嗯。没事啦，真的，那几头牛就可以跑老婆。家底还是这么厚，那五头你最起码还有一半，留着一半又来给它生崽啊，那不就是吗？多好！看来这样子我也要养牛了，投资大不大养牛？蛮大的，像你这里投的多。你要买牛的时候，一万小牛就一万多，这个是一万多，是不小的一万多？嗯，天哪，那么贵？嗯。十单就到十来万了，本期也要十来万哦。其实养母牛就靠它叫小牛啊。哎，你这个方法我觉得对，我专门买母牛回来给你们。可以啊。买个十头母牛回来。是啊。第二年一头牛下一个就又十个牛了。嗯，对的，这个方法也可以。可以啊。嗯。是不是饿了？喂几餐？喂一餐，早上喂一餐，晚上喂一餐，就是一天喂两餐。嗯、喂多一餐可能长得快一点。他不吃不了那么多的，吃很少的嘛。嗯。全部喂草。嗯。老太他们今天晚上应该回来了吧？知道吧？没听他们说。应该回来了，那么多天了。他们去玩，像旅游一样，度蜜月一样。在外面房租也贵呀、啊，他们说三百块一个晚上。嗯，如果是我的话，如果我不去，我去的话房租都交不起，是不是？没有这么夸张吧？我一天挖那个五井毛头，挖一天他是得几十块钱。嗯，一个晚上我要挖几天才挣得到300块钱？难搞哦，你说难不难搞？所以我都不敢去。你是躲着不敢去吧？不敢。我真的是不敢去，你在去外面很花钱，你想要在外面就是喝瓶水都要花钱，不是水那种，如果在盆子这种那个房租便宜一点的差不多，100多一个晚上，是不是？到那里太贵了，磨他一下他要花钱，他不给磨的，他就想来撩一下我，嗯、嘿，这个有几岁啊？这个人，这个一岁还没有。一岁都没有这么大了，嗯，这么快大的，嗯，这个年值这些吗？值一万二、一万三了，嗯，万一个人，好值钱啊！有这么养吗？啊，说，他是在搞玩耍的。